晒一下，你告诉我这个口红是谁亲的？来，粉丝们看到没？晒一下，天天穿这个亲口红，你怎么？他。不要在这乱说。啥时候乱说了？是他。那么大嘴燕子像樱桃姐的吗？对啊。没有，有句话说得好，是这么说的。告诉我这个兔嘴女人是谁？什么兔嘴？他就是应该是用你那厚底大嘴虫子。告诉我这兔嘴女人是谁啊？这一看这嘴巴就是秃的。这个嘴巴好像亚军的嘴巴呀。那不能，这个有那么大吗？真的好像亚军的嘴巴。这个是阿蒙的。这个嘴巴好像亚军的，那这个秃的估计就是他。哎，你瞅啥？这是恐龙的。这个兔的不是你们搁这干看猴呢？搁这把手放进去，不是这拿下来了。天气这么冷。